跑马蜈蚣啊。中药材啊，祛风湿的。朋友们，看看这个有没有食欲？金蝉、知了猴。这肉很多，很有嚼劲。虫子啊，哼，这是高蛋白，特别的香。朋友们，虫子来个推土鸡的吃法。这高蛋白啊，蜈蚣，中药材啊，祛风湿的。来，朋友们，看这牌面，蝎子啊。这个中药材啊，祛风湿的。来，朋友们，看这个大虫子。蚕蛹啊。满满的蛋白质。朋友们，蜈蚣啊。中药材啊，祛风湿的。朋友们，吃蝎子了。